送凤冠霞帔了，五时三刻就要把我女儿扔下河里了。官人，你救救我们吧。官人，我去县府。姑娘你放心，你没事的。多谢。我也去。日清啊，你是很聪明的。我周日清什么都能办得到。好，午时三刻就由你去见河神啊。我去见河神。启禀大老爷，外边有个高天赐求见。找我干什么？他说是二姨太的表亲。表亲？哎，你哪个表亲呢？我的亲戚可就多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哦，快点请他进来。请。你是哪儿人呢？刘墉门生高天赐。哦，是刘相国的门生啊。阁下现在的官位是官职一品，五省巡按。哎呦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我说我的亲戚个个都是有来头的。是，请坐。啊，五省巡按，我都不记得你是我的表亲呢，还是姨亲呢？哦，我是你的远房表叔啊。哦，表叔就不像了。哎，是是。我说像我的表哥倒很合适。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这儿坐。请坐。哎，来人呐，倒茶拿烟。老爷，现在我表叔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要他帮忙的，就尽管开口啊。是是。他对你怎么样？他对我有什么好啊？老欺负我，还出去寻花问柳，都不理我的。表叔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做呢？哪里有啊？如果你想升官呢，就一定要对他好。一定一定。你看一看，乾隆御印。如果你想升官，只要我写在上面，你就可以做什么官了。真的？哎，等一等，现在还不能够交给你，我一定要知道你对他好，我才能交给你的。哎，一定。鸣锣。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是啊，他说他时常到河神府去，经常跟河神见面，连那个法师也是河神的贵宾呢。
53克到。送新娘下水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，他不可以做河神的妻子。哎，亲家，你别那么多事了啊。哎，她不是一个少女，更不是一个女人。哎，亲家，官人，你不要骚扰我们的法事。哎，你是神媒，你有权过去检验她一下啊。凤雏梦，她不是一个女人，你过去检查她一下吧。验就验了。喂，你是不是苏明珠？当然是了。啊，不要这样嘛。他是个男人。是男人。哎，各位乡亲，我们不能亵渎神明，我们要向河神表达，要请河神改妻迎亲。哎，不相信？不行，河神择的是良辰吉日，如果改妻恐有灾害。哎，大家做官要清，为人要正，我们不能够以男一女颠倒人伦。不如我们大家请神媒向河神去说句好话。是啊，我们不能男女颠倒啊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我不能和河神见面的。哎，你不是说过可以跟河神谈天的吗？就是，这次只有麻烦你到河神府去一趟了。啊，我不去啊。对啊，对，为了大家，请你走一趟吧。哎，我不去啊。走，我不去啊。法师啊，你还不能走啊，你法力无边，神媒不会让你走的，我们不如在这儿静候神媒的佳音吧。啊，坐坐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谢谢你们两个帮我解释。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赶快跟他一块儿跳下去啊。哎，如果你不去那怎么行呢？啊，如果你不去那怎么行啊，连县官大老爷都下不了台了。哎，是啊，不不，你是怎么办呢？那我不会游水啊。那是你的事啊。你不会游水那我怎么样？不行。哎哎哎哎，各位乡亲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就是证据。